不种了，不种了，我们农民真的太难了，种出这么好的果子呀，一块斤呀都没有。你是去别人那里买十几块斤的芒果，看一下，每个都是皮厚肉薄，纯甜无私的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我就挂在下方小黄车，一顿早餐呀就给你发满满一大箱，每一个都仗的好品质。